大家好，亲爱的干刷哈，我们今天呢要给大家介绍这一组非常非常酷的玩具，是芭比。跟我一起去买玩具的朋友们呢，应该都知道我有带大家去看芭比。那这一组呢，我觉得真的很酷哦。它是芭比，它的名字叫做芭比Potty Training Taffy， 所以这只狗狗的名字呢叫做 Taffy。所以是芭比训练 Taffy 狗狗大小便，就是芭比训练狗狗大小便的玩具哦，所以非常可爱。我们看一下，它呢有一只狗狗，你可以看这个狗狗的卡通，在网络上面可以找得到哦。然后呢，狗狗可以吃 treat， 可以吃零食，狗狗还会大便。所以那个是他的大便哦。然后呢，芭比还有一个夹子，可以把狗狗的大便给夹起来丢到垃圾桶里面，所以很酷哦。我们来看看背面，这一组很酷的地方啊，它除了有白人的芭比以外，它还有黑人的芭比。那我买的呢是白人芭比 ，OK？ 所以很酷哦。你看有一，这边有写。你狗狗给它吃了之后呢，狗狗是可以从肚子里面出来的，然后狗狗还会大便，然后还可以把大便捡起来。那芭比的卡通呢，你们都可以上 barbie.com 去看 ，OK？ 那这一组呢是美泰出的，所以呢，非常酷。我们现在马上打开来。你不要把头发打开啊！那头发很漂亮哈。找这里，芭比呢？黏住了，好被黏住了，哎，还在黏住，黏住它。啊，今天好热哦。打开来之后呢，就是这样子。哎呦，大便，还有狗食，还有一个夹子，垃圾桶。还有一个手提的箱子，然后还有一个 flyer 有些什么呢？其实 flyer 应该还蛮简单的，就是一些很基本的，就是如何玩那些的 ，OK？ 其实还 OK， All right， 所以就是一些告诉你怎么玩。所以做视筒做的好逼真哦，好可爱哦 ，OK， 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呢有一个，这是放狗食的。可以打开来 ，OK。然后呢，这边好像还可以手提，后面是这样子，所以真的还蛮酷的哦。OK， 有一个狗的碗，里面呢有 tree。看一下狗食，狗食是这样子哦，把它倒出来。OK， 这狗狗吃的，这个就是狗大便。这个呢是一个夹狗狗大便的夹子，这边有一个爱心的按钮。Okay, 它是这样子，你这样子一按它就会打开来，不晓得可不可以夹。哎，可以耶，所以狗狗大便 Oops， 狗狗的大便可以这样子夹，讲讲好酷哦。来看芭比跟狗狗，芭比的手呢是可以刚刚好的牵着这个狗链哦。 OK， 那我们看一下是这样子的，好酷哦。在我们家的狗狗也是用这种的 ，OK， 你看一下它的后面、旁边，所以这个是粘在一起的。这个狗狗呢，你按一下它的头，啊，看到了吗？看得到吗？看它，酷啊！然后我们再看它的侧面，狗狗的侧面呢是长这样子。OK， 它没有办法动。这边呢有一个洞洞，它的尾巴，你敢敢示范？我们来看看。哦，这一个，再给它一个狗食。好好吃，都吃完了。然后我们再看看呢，它要怎么大便。所以它这边呢有一个洞洞，感觉现在把大便放进去，把全部的大便都放进去。
好，那现在要准备二大便了，不要动，等一下。我先吃。好，你按按看。看到了吗？再按一次。大便哦，按它的尾巴。You， 好棒棒，非常的漂亮哦。它的发型呢，好好看哦。OK， 非常的好看。然后它穿了一件蓝色的衣服，然后呢，粉红色的裤子。它才穿了高跟鞋哦。它呢是可以坐的，它的头呢也可以动。手呢也是可以上下动哦 ，OK。然后它这边呢，这只手呢是可以牵狗狗的，另外一只手呢是要拿狗食哦。它的狗这边呢一打开，全部的狗食就会从肚子里面出来哦 ，OK。所以呢是从这边出来的。你的手呢可以拿狗食哈，狗狗给你吃。Oops， 掉在地上，嘴巴关起来。嗯嗯嗯，撑开，嘴巴合起来，嗯 ，yummy， 所以它可以，它的手设计是可以刚刚好拿狗食的，非常酷。芭比带着狗狗去散步，走，嗯，呀呢呢呢呢，哦，狗狗小心哦，不要摔下去哦 ，come on come on， 嗯嗯嗯嗯，狗狗你怎么了？我们看看狗狗到底怎么了，狗狗你到底怎么了？狗狗肚子饿了吗？好，马上给你拿东西吃。我随身带了狗狗的狗食，帮忙把狗食倒出来。Yummy yummy！ 阿妈，默默默，默默，就阿妈默，默默默默，闭，默。哇，狗狗吃的好饱哦，吃的在地上打滚，狗狗太好了。狗狗，你怎么啦？哦哦，是不是要屙大便了？狗狗准备屙大便了。呦呦呦！狗狗捡了满地的大便，我们请赶赶小帮手帮我们把。大便捡起来，来最后一个，耶！谢谢赶赶小帮手，谢谢你赶赶小帮手，哇！所以呢，芭比呢非常开心的，今天带狗狗去野餐。那狗狗呢？可以大便，也可以吃东西，非常非常可爱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呢，这一组芭比狗狗大小便训练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了。今天跟说拜拜。拜拜。